说人情冷暖，诉世间百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。彩兰，看我发你的微信，是不是你妹妹？二零一九年五月九日，我正在上班，突然接到同事瞿颖的电话，我赶紧打开微信，一张照片亮瞎了我的眼。妹妹陈采薇正和一个男人站在酒店前台，男人正在给服务员说着什么，采薇有些紧张的半侧着脸。 男人五十岁左右，大腹便便，头发半秃，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油腻味儿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赶紧想办法让你妹妹脱身。那个男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瞿颖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，惊醒了我。挂掉电话，我冷静三秒，立刻把同事李警叫到一边。李警，麻烦你赶紧用我的电话给我妹打个电话，就说我不小心从楼上摔下来，被送进单位旁边的二附院，直接进 ICU 了。 我叫陈彩兰，陕西渭南人，在西安一家外贸公司上班。眼下我正在为女儿娜娜的小升初交心，偏偏在培训机构当老师的妹妹采薇又出了这事儿。我站在二附院大厅，心乱如麻。没容我多想，采薇跌跌撞撞地闯进大厅，光着脚，红着眼眶，高跟鞋拎在手上，正四处张望。我连忙上前叫了她一声：“姐姐！”采薇看清是我，先是惊讶地张大了嘴。 紧接着按住胸口，长出了一口气儿。姐，你没事儿就好。我本来想揪住他狠狠逼问，但看他这样，心又软了。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姐？告诉我，他是谁？什么他呀？哪个他呀？采薇瞪大着眼睛。我的气儿又上来了，一把拉着他坐在了大厅的长凳上，掏出手机。这个男人是谁？你都和他在酒店开房了，你总得告诉我是个啥情况吧？看到照片，采薇反而镇定下来。 他咬唇，半天才说：“这、这、这是朋友，朋友哪种朋友？姐啊，我都这么大了，交朋友的事儿我能做主张。我火气立马上来了。你长多大？都是我妹妹，这事儿我还真得管。说他是谁？你们什么关系？”采薇紧闭着嘴，一言不发。逼急了，她脸涨得通红，马上要哭出来的样子，我只得作罢。 为了让草薇切断和那个男人的联系，我借口娜娜小升初面试在即，要求她每天下班立刻回家给娜娜辅导功课。她答应了。我正闷闷不乐地坐在工位上，李警凑过来：“陈姐，你妹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要不干嘛咒自己进 ICU 要见她？”李警和我做了三年的同事，虽说比我小两岁，平时总嬉皮赖脸着喊我姐姐，但为人老成又仗义。我忍不住把采薇的事儿如实告诉了他。 李景，我不反对他谈恋爱，但那男人都五十多了，这怎么行呢？可我怎么问，死丫头就是不说，急死我了。李景给我出主意说，先搞清男人是谁再说。他刚好有个发小刘洋，开了一家小三事务劝退所，专门帮客户处理家庭危机，可以帮忙调查。我眉头一松，觉得可以试试。两天后，李景传来的消息让我几乎晕倒。那天和采薇一起的男人叫孙田，是他公司的副总。 妻子在高校任教，儿子也已大学毕业。就在这一两天，采薇还在一家水吧和她匆匆见过面。当天下午，我借口有事儿，让娜娜放学去同学家，自己早早在家等着。采薇刚一进门，我就厉声喝道：“你过来，跪下！”我从来没有对采薇这么凶过。她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，怯怯地说：“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又没干啥坏事儿。”我趴着，把李锦给我的资料拍在桌上。 没干坏事儿，我先还以为你只是找了一个比自己大的男人，可人家有家有室，你竟然去做小三儿！你竟然不把话说清楚啊！你给我滚出去！我没有你这个妹妹。眼看我什么都知道了，采薇不敢再隐瞒，上前抱着我说：“姐、啊，我不是要做小三儿。她说只要我跟他，他肯定能给娜娜办成上一装的事儿。你打我吧，可为了娜娜，为了你和姐夫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”我全身一震。 举起的手无力垂下。十八年前，父亲得了晚期肺癌，拖了半年就走了。为了给他治疗，我们掏空所有积蓄，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。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，家里几乎天天都有人来要账。母亲受不了，终于在一个深夜里偷偷离开了家，从此了无音讯。那一年我十五岁，采薇只有七岁。看着空空的家，他除了哭就是要妈妈。我咬咬牙，把她抱在怀里。采薇，我没有妈妈了。 以后妈妈就是姐姐，就是妈妈。那时候我本来已经考上了重点高中，因为成绩优异，老师还答应减免我的学杂费。可为了妹妹，我只能把通知书塞进炉灶，看着她变成了灰烬。我把采薇交给奶奶照顾，自己去了西安打工。年纪小又没有学历，吃的苦自然不少。好在我聪明肯学，做事又机灵，终于慢慢在西安站住了脚，一分一厘的赚到了采薇的学费和生活费。她也很争气。 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而我也一直没有放弃读书的念头。在别人逛街休息的时间，都用在了读书上。我十八岁那年遇到了一生挚爱白晋生，他是来帮我们调试设备的工程师，英俊斯文，是厂里一帮小姐妹爱慕的对象。可他偏偏对我表示了好感。我告诉他，我有一个上小学的妹妹和一身债务。可他说他不在乎。在他的鼓励下，我参加了成人自考，并在二十岁那年嫁给了他。 晋升是家中独子，公婆两人对我很好，他们还帮我还了债，还想办法把采薇转到西安和我们住在一起。婚后不久，我又有了女儿娜娜，随着她一点点长大，我也拿到了自考本科文凭和会计资格证，应聘到外贸公司做白领。幸福的日子让我每天干劲十足。二零一三年，采薇考入成都一所重点大学，晋升比自己妹妹考上大学还要高兴，替她各种张罗。 开学在即呢，刚好晋升单位有车要去成都，我和晋升就搭了顺风车，一起送他。那是个大晴天，蓝天白云如水洗过。我左边是妹妹，右边是晋升，开心的忍不住哼起了歌。变故在一股瞬间的就发生了，一辆车在从左侧试图超车时突然失控，一头撞向了我们。电光石火间，我本能的扑在了妹妹身上，而晋升扑在了我的身上。才薇受了轻伤，我左胳膊骨折了。 而晋生永远离开了我，我忘不了他惨白的脸，嘴里涌出的血沫，以及最后断断续续的一句：“娜娜，好好照顾你，你。”我哭着扑在他身上：“老公，你起来，你要和我养娜娜，你起来，起来啊！”以前晋生说他要死在我后面，他说：“傻瓜，我怎么能自己先走，让你伤心呢？我宁可你先走，把伤心都留给我，这样你永远都是快乐的。”可是他耍赖了。 而我还要活下去。晋生走后，使我如己出的公婆，因为伤心过度，不到三年就相继离世。他们临终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娜娜。晋生走的时候，我还不到二十七岁，有很多人给我介绍对象，还有人直接向我表示好感，我这都一一拒绝了，甚至因为这个还得罪了前公司的领导，不得不离职另找工作。我把全部心思呢都倾注在了娜娜的身上，一下班我就匆匆的往回赶，没做完的工作带回家继续做，但绝不加班。 就为尽可能的多陪她，给她的吃穿用度都是能力范围内最好的，更别说各种辅导班和兴趣班。娜娜喜欢钢琴，我一咬牙，卖掉婚戒，买回来一台三万多的钢琴，还四处托人给她找老师。采薇知道后，气得直跺脚。姐，那是姐夫给你的婚戒。我摇摇头，采薇，娜娜才是你姐夫留给我最珍贵的宝贝。为了她，我命可以随时不要，一个戒指算什么？采薇泪水婆娑。 姐，你说的对，娜娜也是我的宝贝，最珍贵的宝贝。在我和采薇的呵护下，娜娜懂事儿、乖巧，成绩也很好。今年她要面临小升初，我早早把目标定成了一中。可一中的竞争十分激烈，为了万无一失，我一边督促娜娜抓紧学习，一边到处找人托关系，急得满嘴都起了火泡。采薇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也四处想办法。正因此，她被公司副总孙田这个臭男人盯上了。 孙田得知妹妹的心思后，主动说自己和一中的校长很熟，能找到门路，还给她看了他和校长的合影。采薇十分高兴，她一心想帮我，被孙田揩油，她也忍了。直到上次，孙田露骨的表示，只要他和自己好，就给娜娜办成上学的事儿。采薇动心了，于是有了那次开房事件。偏巧不巧，被同事瞿颖在接客户时无意看到，给我打了电话，我及时阻拦，才没有让他做傻事儿。 妹妹说：“孙田不死心，这两天一直在找机会和他单独相处。姐，被骂不要脸也好，怎么也好，他，他答应一定给娜娜搬到一中上学。离面试没多久了，这是我心甘情愿的。姐，你就让我试试。”采薇急急说道。我痛苦的摇头，一字一句的说：“采薇，我是想让娜娜上名校，考清华，完成你姐夫的心愿。可你这么做，娜娜长大后……” 知道他能上名校是小姨出卖自己换来的，他能安心吗？你姐夫把你当妹妹一样看待，他会为了娜娜还让妹妹去做小三儿吗？还有我，你这样做是生生的往我心上扎刀啊！我心疼妹妹，又为了往事伤了心。姐，你别难过，我听你的话，你别哭了，我好好辅导娜娜，让她面试通过。 采薇像小时候一样，用手轻轻擦我的眼泪。从那天起，采薇不再理会孙田，可孙田还是不死心，不但在工作中处处给采薇穿小鞋，还不停骚扰她，甚至威胁她道：“我都给那边的校长说了，你这小丫头片子玩我呢，我让你外甥女这辈子都别想上一中了。”姐，我听说他和一中校长的关系好得很，跟不少人办过上学的事儿。娜娜的信息呢？我之前都给他了。 万一他记恨，捣个鬼，毁了娜娜上一中的机会怎么办？采薇性子优柔，又向来问我的意见，我又急又气，只能再次找李景想办法。我们商议一番，定了一个方案。五月十七日，孙田又一次要挟采薇。采薇对他说：“约个地方，好好谈谈。”孙田大喜。第二天，采薇早早来到了约好的酒店房间。过了一会儿，孙田也来了。一进门，他就淫笑道：“小陈，你想通了？”采薇摇头：“不。” 孙总，我今天约您来呢，是想告诉您，我不求您办事儿了。我外甥女能考上就上，考不上就算了，您别为难孩子好不好？小陈，你别傻了，你说答应就答应，不答应就不答应了。你把我当什么？告诉你，乖乖跟我，你外甥女儿上学的事儿我包了，我还保你吃，保你喝，保你穿。两人说话间，孙田一直不老实，用各种方式贴近采薇，都被采薇躲闪过去。 就在采薇还在求情时，孙田已经不耐烦了。小陈、啊，实话告诉你吗到了这份上，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。我看上的女人，怎么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说着，孙田饿狼般的向采薇扑了过来。就在这时，房间的门“滴”的开了，李景捧着 iPad 和我们几个人走了进来。孙总，您的表演很精彩，敲诈勒索，意图强暴。 您说，您的这段视频交给警察发给公司，会有多少人感兴趣？王八蛋，你们设了圈套！孙田醒悟过来，上前试图抢夺 iPad。李景呢，旁边的发小刘洋眼疾手快，一把架住他的胳膊笑，笑道：“孙总啊，别激动，视频还在录。再说你摔了也没用，同步云上传呢。还有啊，你威胁采薇呢，她不得已约你过来谈谈的录音呢，也在这儿呢，您要听听吗？” 孙田眨巴着小眼睛，终于像泄了气儿的皮球瘫在了地上。事实上，这场捉奸大戏就是我和李警商量好的对策。我们分析过，这个男人呢不会善罢甘休，想扳倒，不如呢直接给他曝光。可孙田呢十分谨慎，对采薇的骚扰和威胁都是在没人时或者通过打电话进行，从不发任何消息。要找到证据非常困难。再说没有实锤的话，万一他再反咬一口，采薇势必受到伤害。 李景喊来擅长处理感情问题的刘洋，刘洋先给采薇一款录音表，让他再造威胁时就偷偷打开录音。那天孙田提出和采薇会面的地点后，我们一行人早早来到酒店，开了两间紧挨着的客房。采薇和我们分别在其中一间，采薇脖子上戴着一个伪装成吊坠的无线摄像设备，它的信号可以传送到隔壁。孙田的一举一动呢，我们在隔壁房间通过 iPad 看得一清二楚。 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还留了采薇房间的房卡。就在孙田意图对采薇施暴时，我们用房卡打开了门。李锦和刘洋把证据交到了派出所。很快，派出所以涉嫌敲诈勒索和强奸的罪名立案。在派出所的调查过程当中，我们又了解到了一些让人咋舌不已的事儿。原来，孙田多次以帮孩子上学为诱饵，收了好多家长的钱。 办成的家长自然高兴，有些孩子没办成，孙田就以难度太大，但找人活动花了很多费用为由，吞掉了大部分钱。这些家长明知暗箱操作属于违规，不敢公开他的行为，只好自认倒霉。更有甚者，他还以此为由侵犯了好几个孩子的家长，他们怕传出来坏了名声，只能忍气吞声。而这一次，孙田彻底栽了，且不说现有证据足以证明他涉嫌违反刑法。 仅那些暴露他丑态的视频，也足以令他社会性死亡。事后，采薇愧疚地说：“姐，都是我不好，就想着办成事儿，都忘了你平时教我的了。”我苦笑着摇摇头：“是我先动用了找关系的念头，你才会有这样的想法。幸好，哎，都过去了。”采薇调皮地把头靠在我的肩上：“幸亏李景是吧，姐？我看出来了，他喜欢你。” 姐夫不在六年了，他一定不希望你这么孤独的过日子。我摇摇头，把话题岔开。其实，在李景来公司一年多的时候，他就向我表白过，可我一心都在娜娜的身上，婉言谢绝了他。同事瞿颖全都看在眼里，替我着急。你这人难道当一辈子寡妇不成？李景对你多好，你干嘛拒绝人家？我只笑了笑。我的世界里已经容不下其他。然而这两年来呢，李景一直默默关心照顾着我，这一次又是他帮我度过了危机。 说不感动是假的，只是我还想着晋升。为了娜娜的面试，采薇下了十二分功夫。她陪娜娜去上面试辅导班，做厚厚的笔记，收集近两年来,来能找到了所有的小升初的面试题，一道道分析归类，再根据娜娜的情况给她讲解辅导。娜娜惊叹：“我小姨可以去面试辅导班上课了，你比他们都讲得好。”这天我下班比平时略迟了些，到家时他们已经开始学习了。我蹑手蹑脚去厨房切了个哈密瓜。 不料刚到书房门口，就听到娜娜说：“小姨，我好害怕，万一考不上，我妈妈会疯的。”娜娜别怕，你考不考得上呀，都是我和你妈妈的心肝宝贝儿。”这是采薇的声音。“不，小姨，你骗我！我成绩进步，我妈妈就开心；我一退步，我妈妈眉头就能拧成疙瘩。除了我，我妈就没在意过别的。我不能考不上，我不能！”房间里传来娜娜的啜泣声，我在门口惊呆了。难道？ 这排除一切的爱，对他来说其实是一种负担。六月十五日呢，是娜娜参加面试的日子。我和采薇送她到考场门口，我弯下腰郑重地说：“娜娜，妈妈希望你上一中，但妈妈更希望你快乐，轻装上阵，不要有任何负担。”娜娜眼睛瞬间红了，然后蹦蹦跳跳的进了考场。经过焦灼的等待，六月二十日，娜娜正式被一中录取了。我们三人乐得抱在一起，快要蹦起来。 采薇订了一桌庆功宴，自然也拉上了李景。晚上吃完饭，采薇故意把我和李景落在了后面。月光下，这个平时大大咧咧的男人竟然脸红了。彩彩兰，我不指望替代白哥在你心里的地位，我只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，让我照顾你。看着他涨得通红的脸，我想起了晋升以前说过的“希望我永远快乐”，也想起了娜娜那天的话。 或许一直以来，我在娜娜学业上寄托了太多的关注，给周围人带来了无形的压力，所以采薇才会为了我不惜以身犯险，而娜娜更是背负了不属于她这个年纪的压力。或许今生在天有灵，也会希望我放下这份执念，从回忆里走出，投入新的生活吧。一念至此，我轻轻点了点头。李锦惊喜的一把抱住了我，刘洋他们开心的鼓起了掌，而其中最响亮的笑声是采薇的。 二零二零年十月，我和李景举行了简单的婚礼。婚礼前，我梦见了晋生，他笑着向我挥手说：“明天我来送你。”第二天的天气非常好，采薇他们嬉笑着把我架上婚车时，我回头张望，在楼门口似乎真的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鱼掠而过。晋生，我会和娜娜、采薇好好活下去的。我默默在心里念叨，奔向了新的生活。 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。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，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。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